像这些高海拔山区，地理环境复杂，气候条件多变，海拔落差大，所以电网架空输电线路距离长，交叉跨越多，人工运维难度极大。我们传统人工巡视呢，100公里就需要20天左右，采用无人机自动巡检，我们仅需要4天就能完成，发现率和准确率是人巡方式的8.4倍。通过无人机自动巡检，对输电线路巡视维护不上塔不爬山，一键飞行巡视到位，大大的降低了检修作业人员的高坠和触电风险，安全高效完成巡视的任务。